我们四月的时候开了频道会员的。好，游泳池，有的。升哦，升哦，升哦！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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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吓死我！大家好，我是 Amber， 我是 Alan， 欢迎又来到你也能到的原子秘境。哎，你怎么？你要有一些变化，不然每次都一样的开场的。来点新鲜的。我是觉得你前面好像有点超凉带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好，有点我听错。我没有在雪山，看起来比较蓝一点，比较蓝一点，蓝一点。你刚刚真的超凉带。我们今天要去莱伊大峡谷里面的瀑布，叫做在社溪上面的山卡瀑布。想很久。山卡跟卡山一样吗？这个我其实也很困惑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山卡瀑布上面有一个卡山，是一座山。嗯，所以有人把今天要去的瀑布叫卡山瀑布，但是更多的人叫它山卡瀑布，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。但是以 Google Map 上面的地图是显示山卡啦。要去山卡瀑布呢，它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一样是水面算平静，那有潭可以玩，所以我是蛮期待的，没有去过。那现在停车的点就在地图上叫做莱伊大峡谷的位置，我们是停在这个溪床旁边啊。轿车的话或者底盘比较低的就要再更提前就要先停了、okay、其实就是之前莱伊大瀑布，不是、不是莱伊大泳池。大泳池，我们在半年多前有拍一个山中游泳池，那我们现在停车的点就是那个山中游泳池旁边。山中游泳池旁边有那个吊桥遗址嘛，就是那两个桥墩，然后我们就停在旁边，等一下桥墩往上走呢，会遇到黄金瀑布，那是我们第一个要找的目的地。嗯，那黄金瀑布旁边应该会有新的泳池，我们看看，哎、对，有没有泳池，然后再往山卡走，预计是抓两个小时之内。嗨，今天的成员 ，Papi， 今天代替波妞的角色。Happy 的主人武松哥，好，还有我们的第一个频道会员宝哥，谢谢宝哥一直都很听我们，噔噔，还有我们的显贤，今天就我们几个，好，那就走吧 ，Go OK， 好，停车没多久呢，往前就会看到一个岔路，一条路是往上，那一条路是河床。这边我们总共来过三次哦、第一次来敞看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这条路一直走会走到很远的地方可以下来，可是没有，我们真的是走蛮远，一直走一走都是农地，然后越走越高，可能会走到台中。然后游泳池的那个护栏还在耶，哎、可以看到，对，这个结构当初做得很好，因为这样子经过这一季之后，那个护栏还在。前面有一个池子的遗迹，就是我们半年前来拍山中游泳池的那里。游泳池干啦，原本这里是一个游泳池哦，可以看一下上次我们的影片，然后旁边就是桥墩，就是桥墩的另外一面，对面的桥墩上面还有以前的头像。我跟什么？好，那前半段呢，应该都是走在这种河床上，也蛮平缓的。嗯，那我们就边走边聊一下我们最近拍摄的频道会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刘海不合理哦。啊、怎么样？八爪章鱼哦。可以吗？好，那就是我们四月的时候开了频道会员的、其实这个频道会员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有资格了，只是那时候因为原本工作的关系很忙啊，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更多的收获，而且我们的贴图跟徽章也是一波三折。现在会员徽章呢，我们决定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做户外频道，然后温泉又特别热爱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把温泉的图案放成是徽章，有六
有六个啊，那六个徽章会放在旁边，会依加入会员的时间不同，然后徽章会跟着改变颜色，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金色的徽章。那个金色很有尊荣感。对对对，这个徽章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帮我们做的，要不然放 IG 好了。那除了徽章以外呢，会员还享有可以使用我们自己设计的贴图，依现在的贴图大概是五六个吧。这个贴图会因为会员人数增加，我们可以新增更多哦，所以之后如果大家有想要我们制作不同的贴图，可以跟我们讲。目前会员频道有分三个部分，三种不同的会员啊。第一种是云端汤友，对我们是一个简单的支持。那云端汤友呢，如果我们之后有一些会员专属影片的话，专属会员就可以看到会员的专属影片这样子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泡汤的伙伴，泡汤好伙伴啊，泡汤好伙伴，加入这个部分呢，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。宝哥呢也是非常的相挺我们啊，第一个就加入。对，宝哥其实联系非常久了，在还没有成立频道会员的时候，他就对我们很好。OK， 好，那第三个部分呢，就是让我叫你一声干爹。好，第三个部分叫因为我们存活。对对，感谢让我们存活。第三个部分叫做温暖的全员。那这个金额会多一些，这个部分的会员我一定会常常心心念念着你。下面有写一些小说明，大家可以自己进去看。对啦，哈，如果我有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我就会寄送给你这样子。我们最近开了这个会员频道的资讯，也为自己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，我已经看到第一个点叫做黄金瀑布了，快到了，其实很快。游泳池看到了，从桥墩往上走20分钟，太棒了！意图使人停下来，不要再往前走了。哎，这个池子很棒哎，很棒，很平静哎。这里写爱干净，降个温，降个温。这里有胎，要清一下这个胎。哦，对了。等一下啦，观众可能都喜欢看你这样。等一下，我要亲这个胎啦，这个胎是我亲一亲，这一不会很难亲，亲一亲就会很棒。你是说你要亲这全部吗？没有啦，全部都是胎耶。哎呦，这，棒棒棒！带大家看一下黄金瀑布。它会叫黄金瀑布，应该就是流下来的地方都会黄黄的，应该有一些矿物质。现在是比较干季，所以看起来水比较小。然后黄金瀑布下面现在就是有这个游泳池，这个青苔稍微人多一点清一下，应该就很不错。很舒服。其实蛮大的。现在站的大概是最深的地方，超过肚脐，肚脐上面10公分。我旁边还架了竹子，放衣服啊，还有用一些简单的石椅。这地方很好玩，但是我们要去目标山卡瀑布，所以走。那接下来就要到今天的最终目的地。山卡往上走要1个小时才会到山卡，山卡的水应该是会蛮清的。我也是全身都有在流动哦。你配这个风景不错哎。自己先跑来泡水，我们都还没来。红甲豆。活力满满，这里这个岩壁蛮漂亮。从刚黄金瀑布梯河床上来10分钟，就遇到刚刚那个岔路，我们停车点那个分岔路高绕的
那条路。回程的话走这里也是可以到我们停车的地方，只是那个就有一点高低起伏啦，河床是比较平，那就看各自怎么选择了。刚刚那一条岔路下来就会明显看到有一点车路的痕迹，这是我们进来开的第二个吊桥，它本来很长，结果被埋到只剩下上半部，就是这里已经是桥的头了。对啊，下面站的地方早就在下面了。来意大峡谷的河谷应该是我们现在脚下踩的至少三四十公尺的落差，就是这样被填高了这么高十几层楼，很恐怖。以后我们可能这样直接风吹到，走一走就会到上面。然后我们去加马路。你很老派。我们从停车点上来大概五十分钟了，车子能够压出痕迹的终点。下次要来带走还是怎样？我等一下看袋子够不够大，能捡多少算多少。接下来就要爬大石头了。走了一段，太热了，泡一下水。其实我们快到了。好，你泡水哦。好可爱哦。哇，他被你吓跑了。达成一起泡水的成就，我们看看你。泡个水休息一下，继续走。看一下老板娘。离开了停车的位置，往上走大概一个小时十分钟吧。这里看起来有条支流，感觉是要进去了。那 Google Maps 的支流交汇口是在更前面，可是刚刚往高处看，前面看起来不像是有交汇口，可能地形变了，所以我们打算从这里切进去看看。支流也是大石头，瀑布在点位上面就是前面右转，希望不会走错。转进来大概快十分钟，还没看到水，有水吗？哦，有。有瀑布啊，太棒了！啊，看到瀑布了，看到瀑布的头。哇，哇，好多骨头哦！天哪，这里好像很多野生动物喜欢来，一路上都是屎味。这是什么的大便？有人知道吗？这里有啊。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小瀑布上来，上面这里有一个水晶水道，深哦，深哦，深哦，这样平静的水就是最棒。12点了，先吃个饭。宝哥送的翁来，谢谢宝哥。好笑死我。我们大概是10点从车上离开的，10点10分啊，那12点10分到，扣掉中间玩水的时间，刚好是一个小时半。现在的水呢，因为是干季比较小，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样，因为可以很安全的玩水。哇，这里有无边际的感觉，无边际，下去看一下。来，哦，耶，当兵，哦，哦，飞了啦，哇，飞了，哇，飞了。他想下去了，别叫了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
干嘛？我不要淋到头哦！我不要淋到头哦！好啦。呀！我们先要拍一个。没事，拍好啊。我们要拍一个无边际的感觉。请显贤帮我们拍，这样反过来会有一个无边际。上来就伸出多点。跟我一起打。泳圈上面，但是他要控制自己的方向，然后我们两个也要在很滑的这边一直被滑走，一直控制，希望拍出来不错。我们要离开了，山卡瀑布，垃圾带走。垃圾带走啊！等一下回去，如果还有余力，就帮忙捡一下吧。路边遇到垃圾区，还有一根。却带不出去。黑尾料，黑尾料，黑尾料，黑尾料。里面塞超多，还有高粱哎。玻璃的先带好了，好了就拿着走了，不然怎么办？那个什么地形车应该进得来嘛？当地的过来就看一下，对，看一下，捡一下，好不？太多了，还有雨衣。垃圾用袋子，用袋子，高粱啤酒用袋子，用袋子带走。对，以后可以变我们的垃圾袋广告曲。收服这些罐装水吧。从这边下来，经过了第二个吊桥，那边是回去的路，然后这里似乎有一个高绕的路线，看起来也是一个车路，我们走看看。哇，上面很舒服哎，是这种平的路，然后感觉也蛮凉的，而且这个路很明确。丢个东西啊！我们终于把垃圾带下山，也丢完了。那山卡瀑布还是不错，有平静的水潭，应该不会太难，看起来不会太危险。记得做防晒这样。对。然后很高兴看到来也有新的山中泳池，黄金瀑布泳池。如果这个夏天可以来好好的玩水，但是要记得垃圾带走，维护环境清洁。OK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欢迎收听《肉也还》。OK。那也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起来的宝哥，谢谢勇哥，嗨嗨嗨，拜拜拜拜，宝贝，哎呦，今天带路的哦，带路的，拜拜。还有显贤，拜拜。显贤，今天我包又很重了。我还好啦。我要讲一个笑话，现在。我没有笑话。好，去喝饮料了，拜拜。